为了帮助弱势族群，西丽镇公所将日前办理社区跳舞比赛，募集到的将近一万张发票，捐赠给家扶基金会、分林发展学院，希望善用乡亲的爱心，帮助学院有更加完善的照顾资源。我们来开始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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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西丽镇公所在日前举办的舞动西丽跳舞比赛中，获得到将近一万张的发票。今仔日由镇长戴林辉来将发票捐赠给家扶基金会、婚姻发展学院，并佮有甲囡仔同齐做 DIY。对此，园方是相当的感谢。疫情期间，其实我们的园务发展其实都还蛮艰困的，尤其是在视讯课程啊，或者是说课程的应变方面。我们比较心疼的是这些发展迟缓的小朋友，那需要早期疗愈的孩子。我们很感谢镇长每次办活动，办这个舞动西螺的一个活动的时候，都会想到我们园林发展学员，那都定期来捐给我们这些发票。那每一张发票都代表西螺镇民千万的爱心。公所每次办活动都会号召大家做伙来捐发票，这将近一万张的发票所代表的是社会乡亲的爱心和支持，也希望有公所的带头来吸引更多人做伙响应，帮助弱势。我们是从2020年我们的舞动西螺都在7月17日都办完，我们有用一个捐发票做爱心，我们的发票将近一万张，可见我们社会现在社会人数很有爱，我们办这个活动就是要鼓励人大家可以来大家做爱心，这也是我们三个地方所每一年如果办活动，我们一定都会来办，希望大家共享盛举。乡亲爱心对发展学院来讲是很大的鼓励，园方也希望日后可以来建立一个独立、空间更加宽的照顾场所，增加师资和教学设备，让这群孩子有更加好的照顾环境。现在也为着这个目标在努力。我们很希望说，在云林地区，我们发展学院有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馆舍，然后我们能够建造比较完善的一个早疗的教室、感觉统合室，然后聘请更多的一个专业人员、职能治疗师，然后让我们的那个发展迟缓的儿童能够接受更完善的一个早期疗愈的一个资源。这样，只要大家愿意付出一挂心意，这一张一张的发票集合起来，就是真大善的力量，也为这个社会带来满满的温暖。记者柯恩信采访报道。